本期英雄西门飞雪，找寻剑术的巅峰，剑道即无道，我追寻的是杀人的剑。西门飞雪是一名拥有多段突进的超高爆发型刺客，追风剑控制同时附带高额伤害，落花吹雪多段突进超高伤害，被动技能追魂剑越砍越痛，终极大招天外飞仙堪称目前最强大招，范围型伤害控制目标且自身无敌，还附带位移，后期冷却只用15秒左右。西门一技能追风剑，施法距离750码，满级造成210点物理伤害，同时还增加自身移速 24%， 被命中单位减速 70%， 同时持续一秒，当被动跌到40%以上时，减速化为晕眩，超强单体控制，被追风剑命中的敌人基本上很难逃脱西门的掌心。西门二技能落花吹雪，朝前方600码突进，对沿途敌人造成伤害，三秒内可再次突进，若两次突进都命中敌人，则四秒内提升自身攻速，此技能二段位移使得西门在拉锯战中占尽了优势。三技能终极大招天外飞仙，对敌人施加四次普攻攻击伤害，此技能即 AOE 爆发位移无敌，短冷却于一身，堪称完美。四技能追魂剑，西门每次普攻将刻下一枚剑痕，满级每层36点伤害，达到四层后将额外造成一次已损失生命值 12% 的魔法伤害，生命值低于 50% 以下的英雄在叠满被动的西门刀下想撑四刀都难。西门装备推荐这一套，燃魔在前期可有效针对非智力型英雄，嗜血处决者加破山加射神炮是西门标配三件套，魔晶盾后期撑双抗，防止一套被秒杀，开出大招来咱们一切皆有可能。好，这里突进赵云被赵云躲闪，敌方暗月想配合赵云来一波反杀，找准时机一记大招挑起两人，赵云直接阵亡啊！大招结束，一发一技能晕住暗月，数刀将其砍死，完成双杀。好，这边二 v 二正在 PK， 我们及时赶往战场，二技能直接收走残血后裔，换卡想撤退，一发大招瞬间完成双杀。这边直接大招过去，配合二技能带走满血后裔，赵云位移想暂时逃生啊，蜜汁自信想回头反打，咱们几刀砍死，不费一兵一卒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本期攻略，恭喜大家又学会一名新英雄啦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